早就走了啊。但是没人拿、啊、没那个俺姑啊，上次啊，他为什么？他可能是他没有排，没有排。那时候啊，也没有用我们产品，最后他用很多啊，百胜六又用水、哦，那个海多任务，他跟我讲啊。他本来旗袍穿不进去了，不能穿旗袍。哎，女孩子不能穿旗袍啊，就证明身材不好看了，对吗？能穿旗袍，但是啊，给他自己讲啊，最后啊，他可以穿旗袍啊，给他自己讲。我吃了那个什么，Bestemil 啊，千字果，千字果吃了啊，就一直排毒出来啊，还有瘦很多去了。比以前更肥呀、啊、我、啊、现在、啊、比较好了、嗯、好看多了、嗯、漂亮气了他真的是人家我第一次看到的安德欧安德老哎真的是年轻十岁差不多年轻十岁以上、嗯、哎我刚刚讲一路吃保健品用保健品年轻十岁吗但是啊他其实一年都不到啊哎一年都不到啊，可年轻十岁啊！当然，你不要想说三年不到啊，年轻三十岁没有可能啊，哈，已经很好了，年轻十岁啊。但是，谁介绍你那个千字果跟那个？是那个美人坡啦。他如果没有。